大扫团麦搜被畜生摸奶。年代大扫团前晚为超市新节目《超级大老婆》站台，人气哥哥性感入镜，和猛男搭档的洪百荣拿爱的小手玩 SM， 可能是兴奋过头，他竟然真的给人家打下去。穿着低胸装与网袜的陈威林则是拉小狼狗作陪，美女当前，小狼狗乖乖听话坐好，但是眼睛在看哪里呀？化身成猫女的王婉菲先跟猫咪玩起躲猫猫。哎，怎么跑了？跑了，跑了，有感情了哦！哎呦，好吧，好不容易抓回怀里，没想到猫咪伸咸猪手，直接把爪子放在乳沟。好了，我们看这边喽，旁边最可怜的还是被蛇吓到哇哇叫的 Ivy。我想哭哦，不要把我勒死啦！好了，一二三，可以可以。哦，谢谢，快点帮他动手。熊家杰跟女模搭档互扯衣服，衣服被越拉越开，差点要露半球了。咦，旁边这位拿相机猛拍的不是摄影，居然是艺人白云。完全真不怕被你揉断手指。我拍的是环哥啦，我没有拍家杰啦，没有啊。看白云拍的认真的嘞，就知道人妻的魅力真的是无法挡哦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